品 Barbie 咁，好多網民都好大讚啦。咁兩個女女即係而家都大個，見到咁樣會唔會話想一齊扮，一齊同媽咪扮你？佢如果睇到媽媽咧，佢就會攞曬媽媽啲衫啊、啲耳環啊戴咯。即係所有首飾又戴上身啊咁嗰啲咧，即係女女會做嘅，會跟住做，一定噶啦。咁而家我就係驚一樣嘢，爸爸如果睇到爸爸賽車，佢哋會唔會變成賽車手？係佢知道爸爸中意車，或者同埋爸爸有賽車咧，我會俾啲相、俾啲相啊、俾啲片佢睇啊。啱啱佢喺上海嘅時候就走咗去賽車啦，即係玩賽車遊戲啦。工作咗咁辛苦，我自己又中意賽車嘅運動，咁我咪去賽車咯，我咪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咁我希望可以，因為佢要翻學啦，如果唔係我會帶佢去咯。去感受一下賽車場的氣氛。十六、十七歲的時候，應該差不多的時候，我生日我就記得是我朋友請我吃漢堡包，就當是生日禮物。我女女她的同學仔，她在麥當勞搞的生日 party， 邀請了她咯，她就去。但那天我就要做事，我就沒有去到的，媽媽又去。會不會喜歡在麥當勞？我想他都會喜歡的，因為有他喜歡吃薯條，他很喜歡吃薯條。他接下來9月就生日，都會不會跟你有些要求的呢？生日想要些什麼？有要求的，但不說得出來，這些是女女的秘密來的。